本节目由小米手机冠名播出，小米 Note 2双曲面商务旗舰，一面科技一面艺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，叫做《王子复仇记》。土逼。那我们说的是啊。Oh no, to be。说是什么故事？暂停 ，question。你先死会儿去吧，建川。干嘛呀？我有一 question 要问你呢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干嘛呢你？啊！我这演戏呢。你演戏，你一上来你拿一瓶，我跟这土鳖土鳖，你骂谁呢你？不是土鳖，这是你英文啊。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question、啊。翻译过来、啊，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这是戏剧《哈姆雷特》《王子复仇记》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。是对、这个、对，你别这，你都说戏剧了啊，戏剧的追求真实啊。对呀、啊。你这《哈姆雷特》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,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？你拿苹果上来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了。那是，那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个问题。不是，吃了我就发胖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苹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利于减肥。别行了、嗯，你还减肥呢你？怎么了？你那意思我拿什么？你得拿骷髅上来啊！现在这电视台哪儿给找裤头去、啊？我说骷髅，你拿裤头上来，那不更不像话了吗？拿裤头上来说什么呀？那我的穿还是不穿，这是个问题。不是，这不是我的这个。不像话，你别老捣乱。你像话是吗？不是，我拿这个拿骷髅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拿骷髅这显得太恐怖了，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呢。你不差这一点了。反正就是我拿苹果上了呀、啊、我是为了追求创新。什么就追求创新？现在讲究创新。没有，你先别，怎么你跟谁学的？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？师傅教的呀。你哪师傅教的你啊你？还哪个师傅？咱俩一师之徒啊！是一师之徒、啊，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、啊。对，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、啊？不是他教过，他教你什么了？你了解他吗？怎么不？你今天去过师傅家吗？你什么呀？啊，你了解他吗你？我当然了解了，不光我了解，在座的各位观众对李增瑞老师那肯定是都特别了解、啊，都知道呢。他的作品啊、嗯，电视上经常放。是啊，而且师傅的作品还有这个动画版的啊！对对对，师傅能变身。哎，高喊那个口号、啊、赐予我力量吧，然后这个灯光啊就打下来了，音乐也响起来了，师傅穿的特别少的衣服，拿着武器跟敌人干仗。你说的这是希瑞，咱师傅是曾瑞，李曾瑞。哦，我知道李增瑞，我知道、啊、是马来西亚人，羽毛球打得特别好，他跟林丹打了多少年不分胜负。你说的这是李宗伟，咱师傅是李增瑞。对，李增瑞我知道、啊、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嘛、啊、爱的代价、啊、山丘、梦醒时分、啊、人们都说呀。 你说的这是李宗盛，咱师傅是李增瑞。不是，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。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咱师傅是李增瑞，咱们家得说李增瑞。是说李增瑞、啊、是说李增瑞。你说一希瑞，说一打羽毛球的，说一唱歌的，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。你告诉这孙子谁呀、啊、不是，咱师傅那么闲得慌，什么跟家没事闲就杂交玩，这老头是不是？不是、啊、师傅就这么教。师傅怎么这么教你？那不误人子弟吗？没、啊、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？你站好了，我跟你说话。我告诉你，今儿就师傅没来，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，你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不能跟他对说。好家伙，老头怎么这样啊？是不是？你别搓脸，我说你呢，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？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？To be, not to be, ante is a question. 不是，你冷静一下行吗？我这不是做梦的吗？我师傅，你怎么还来了？给他放你。To be, not to be.就 ant is question。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。不就你看入什么戏？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？就抱着干粮上来的。不是我教的他啊，是他这么教的我。那不你的问题呢？这是不是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？你不是你把您把他放下。今天不是演戏吗？ 是演戏。您抱着大倭瓜，您得跟年画似的，跟那站着。您什么叫年画？为演戏，这是道具。对对对，是为演剧，知道吗？是为演戏。我这演王子复仇记。对啊，演王子复仇记啊。对啊，您上这土币闹土币，您就光知道这个，你演什么呀？演什么？就演王子复仇记啊。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？当然知道了。
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？你看知道这剧情吧？啊，是吧？说的是啊，哈利波特呀，跟这个谁？哈利波特怎么你跟乔俊一样的吗？哈利波特，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提着扫帚复仇去是吗？不是，不是你别急，是吗？不是急，你不是那名字。对。啊、哦，说的是啊、嗯、啊，哈士奇特的爸爸，哎、这个哈士奇特的，让他咬了是吗？不是哈士奇了，啊，是哈拉斯特呀，让这个哈拉斯特的爸爸擦的口水是吗？没有哈拉斯特，叔叔给不是是吗？不是，哈，我成狗了我。不是哈得出来哈不出来、啊、我也哈不出来了，我哈不出来了，这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？对对对对，哈姆雷特知道不知道啊？反正就是为演戏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演戏，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？啊，是啊，你管我呢？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，不是你们俩演戏，我来当主演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，师傅人你一片、哈姆雷特演主演，你不能老质疑师傅，对不对？啊、再说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啊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，师傅把我教会之后他饿死了。哎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呢。就是那意思，就是师傅把我教会，你说我知道我怎么教的你，你说说。哎，对，什么是哈姆雷特呢？这个故事讲的呀，是哈姆雷特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给害死了、嗯、哈姆雷特闻讯呢赶回皇宫、嗯、参加他爸爸的葬礼、嗯、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，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，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，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。嗯，我就这么教他的，怎么样？哎哎，鼓掌吧，多好的徒弟，就这么一剧情。哎呀，您爷儿俩真缺父爱呀、啊！真是，什么叫那么多爸爸呀、啊？就这么一剧情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这剧情，这、啊、剧情您能演吗？您能演，都能演啊！现在就开始演，就开始演，哎，开始演了，进来啊！生存还是毁灭？嗯嗯，这是个问题，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，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？此二抉择，究竟哪个更崇高？死即睡眠，它不过如此。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，那么结局是可盼的，死去，睡去，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，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。师傅你倒说话呀你说什么呀？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。是啊，我跟你们俩演戏，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啊，我无从下嘴。行了，咱们不演这戏了，不演哈姆雷特了。哎，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啊，是王子复仇记啊。对啊，不是替父报仇吗？啊，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，中国没有替父报仇，不是这样的故事很多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我知道了。人师傅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字啊，节目的名字叫做《王子复仇记》，对，他讲的呢是一替啊替父报仇的故事，所以咱们演一替包子。不是吗？狗不理包子，是吧、就是说这个小包子给大包子报仇的故事，不就是啊？不要吃我爸爸，哦、我爸豆沙馅儿，那不是我亲爹那。你这都挨得上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一个啊？一个没有替父报，像什么中国的、外国的、替父报仇的故事很多。是对，您那意思，咱演一中国的。好，中国有吗？有啊，我挑一个有啊，我就知道一个。你说，咱来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。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你这个是替兄报仇，替父报仇，不是替父报仇啊？换一个不得了吧？换一个，潘金莲下毒。这是一回事儿，这是武大郎卖炊饼，这个怎么样？你没看过别的书吧？替父报仇，还非得是替父报仇啊？哎，这样，咱们杜撰一故事。行啊，好比说啊，啊，李丁儿他把我给宰了，哦，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，啊，然后您把他杀了，哎，这叫做替天行道。这是替父报仇吗？哇，哦，干得漂亮！什么漂亮？那我不知道了。您说一个，我真不知道了。我知道一个，哎，大伙儿都知道什么呀？赵氏孤儿，这是又叫搜孤救孤，这还真是替父报仇，这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，是吧？要不你给讲讲？哎，你给讲讲，
你给讲讲。哎，什么叫招式过？谁？你往哪看呢？啊，那给他讲。不是，让你这样，我来讲。你讲，我教你吧。对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。哎，我来讲。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。赵氏孤儿，这故事非常简单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，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，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，后来呢计策得逞了，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，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，他爸爸的爸爸，爸爸的哥哥，爸爸的父亲，爸爸的妻子，爸爸的孩子，爸爸的妻子，爸爸的家人，爸爸的媳妇，爸爸的侄女，行了，就是灭门了，对，灭门了。赵氏全家呀，300余人惨遭毒手。哇，300多人，得亏师傅拦住了呢。好家伙，300多人，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？你别捣乱！谁在叫我？好，该我上场了是吗？像话吗？你别老捣乱，我还没介绍完呢。再接着说，后来呢，有这老臣程婴啊，偷走了这赵氏孤儿，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，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。替父报仇，哎，就这么回事，铁胆火车侠，哎，这故事小火车嘛，孩子上白说了，赵氏孤儿，赵氏孤儿啊，所以咱们演这个，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，演一折，演什么呢？程婴他媳妇儿，抱着这个赵氏孤儿，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。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，公孙楚旧大人啊，跟赵氏是一波的，公孙楚旧大人，别楚了，舅舅都漏了啊。瞎杵呢，我还可以啊，我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这么一个人物，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。对，后来屠岸贾呢，闻听此事，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。咱们就演这个啊。好，咱们演的话，那分一下角色。我演主演，没问题。我是主演。那这样，我先挑，我演屠岸贾。哎，李丁你演程婴。我来程婴。师傅，你演赵氏的孤儿。哎。我演什么？赵氏的孤儿。我不演赵氏的孤儿。那你演违章的司机。什么叫赵氏的孤儿？像话，开车了您这个。就是赵氏孤儿。对，你演赵氏孤儿。演孤儿我不演。怎么了？我得演主演呢。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。赵氏孤儿就是主演，就后边有点戏啊。不是，没他就没这故事了。赵氏孤儿是戏胡，您来那胡胡啊，我是那枣胡。我说赵氏孤儿戏胆，您来这胆。我今天成苦胆了。我这您看，我得演主演，知道吗？您不想演？那我这样，我想一个，您看一角色，换一角色。这个你看，我是演程婴，对吧？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？我演谁？演我媳妇儿。我演你大爷。哎，媳妇儿像话吗？别再自相残杀了，是不是？那他我不像。对，他这形象我不像。形象不像，没关系。那这样，你看，你拿着道具。哎，你抱着这个什么道具啊？这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。这孩子，这算孩子。这孩子，这是赵氏孤儿。赵氏孤儿啊，这是黄疸肝炎，这是。这全黄了，这不像，这不像孩子。加工去，加工去，我来加工去。对，这样，哎，这是孩子那小脑袋。对，好。您看这赵氏孤儿，这孩子多好，小脸红扑扑，跟小苹果似的。对，行，这是最像小苹果的孩子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您啊，跟这儿哄孩子，我哄孩子。我们一上场开始演。哎，好，哄孩子啊，哄孩子，快点。哎。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？这不是，这孩子算解脱了吧？重来！不是，那等您先等会儿，您别重来呢。您老乱动，这孩子是得掉。那您得抱着这孩子呀，藏在隔间里头。哎，哪有隔间啊？桌子底下。我趴桌子底下啊？不行，我关节炎，我趴不下。那这样，师傅，这样就您背过身去。哎，您背过身去，就算在隔间里头了。哦，行，行吧，好，然后咱们从外面来。屠岸大人，孩子真不在这儿啊！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。他要哭能把我吓死。不是，师傅，这儿您先撞，这儿还没您戏呢啊，没您戏，没您事儿，没您戏，别等了啊。屠岸大人，孩子真不在这儿啊！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，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，把这婴儿吓出来。马蹄难取人北望，人北望朝廷望臣北仰，我愿生活不太阳，我让我的嫂子来过。孩子在这儿呢。
了，行了行了，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，我交给屠洪刚吧。万古的屠万古，反正都是他们老屠家人，给他就完了，不是老屠家的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没您戏呢，对对，这还没您戏，您还您转您转您转，我就保护您。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我们接着演。嗯，程英，再不交出赵氏孤儿，休怪老夫无礼。屠万大人，孩子真不在这儿啊！你听啊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喂，程英还敢狡辩，孩子明明就在这儿。这不关我的事。公孙楚旧，你休要挡在老夫的面前。站住！众将官，给我搜！得了，公孙，我扎死你！程英，你不要拦我！你放开！你别蹬我脚！你给我起开！你起开！我这孩子跟我有关系，这戏跟我没关系。